你型號五十啊，佢打個粒彈咧係叫做SIG，係打個粒彈係五零 BMG 啊，佢最大個粒量 BMG 係五零 BMG 啊。你睇到佢個彈夾啊？哇！你咁大，佢同普通嗰啲彈夾咧差好遠。你睇下隻手。好似咧係極之遠距離。Let's go over here. Full action 啊！係啦 ，full action 呢個係升官。睇啲子彈個行程幾長。佢呢個咧係用一個螺旋紋嘅鎖死嘅。鎖死嗱呢、這個咁啊鎖入去，咁佢呢支咧係29寸嘅槍管，前面分火50呢個可以打到1000码，嗱依家定價咧9325蚊，美金，美金，依家出呢只係泥沙色，嗱啲普通嘅一支遠距離呢啲。可以打到1000码內嘅 single action， 咁咪裝咗有唔同嘅電筒啦，戰術電筒啦，有啲戰術嘅雷射啦，伸縮柄。上面呢個咧特別之處咧，佢係用咗瓜皮碳纖嘅，用啲碳纖嘅一個護手嚟嘅。將個槍嘅嗰個槍身咧係重量減低咗好多，呢唔同呢啲咧係用金屬鋁質金屬。